学习喽。那也要跟大家再次的分享一下，今天我们活动现场你看得到的所有的人生物品，车辆呢，专用的改装机体的配件，都是来自于我们日本的 Kobe， 还有我们荷兰的 Revit， 以及我们的 Kobe 啊，这个人生的部件，以及我们改装的机体的配件，在活动现场买绝对都比你在门市买、在网络买便宜非常的多。所以如果你要用最优惠的价格带走我们 DMV 旗下系列所有的商品，可以呢赶快呢抢先的到我们今天舞台后面的背板里面，可以让大家来任挑任选，选择适合你专属的配件。那我们也欢迎现场的朋友呢，等一下我们表定嘛，大家手表可以看一下下，因为现在是2:24，我们最后一场的舞台活动大概呢会在4:00开始。那如果你想要再拿到我们 Kogenki 的重机宝宝要来送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4点的时候可以再来支持我们 DNV 柏林重机。那一样呢，涛涛还是会来送礼物给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所以现场的宝宝们想要拍照的话，倒数最后30秒了，好，因为刚刚大家已经拍了非常的久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很有诚意，他今天换两件衣服了，你们到别摊应该都只有穿一套，对不对？涛涛已经换第二套了啊，早上呢12点的那一场有穿一套粉红色的，这一场呢再换衣服给大家，他明天也都会穿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欢迎现场的朋友可以把握我们 DMV 的舞台活动时间，柏林重机要提供给大家最高品质、最优质的人生不平民车辆的改装精品配件。那也要再跟大家最后的报告一下哦，刚刚呢有跟大家介绍到，我们淘淘现在手收配着的这个礼箱，马卡龙色系礼箱，是2023年我们国际重机展由我们柏林重机推出来9色的经典色系，提供来给大家我们非常高品质的礼箱。所以现场朋友，如果你刚好想要采购啊，想要购买礼箱的话，今天9种色系给大家来任君挑选。那45跟55公升的，我们都提供给大家8000元原价，再帮你们打折啊！今天只要4999，5000元有找就可以带走它。那以及我们65公升、大公升、大容量的原价9000元，今天也是给大家5000。